北京德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河代文化的拍摄制作、广告策划、版权播映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、批发零售等业务。该公司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，以全民健身为基础，特邀著名太极拳家、国际级武术裁判、中华武林百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德印先生为总策划，制作出版了一大批太极拳、剑刀、枪棒、棍等各种器械武术教学音像制品，同时又与社会各界名流整合，制作出版影视产品、音乐教学、国画系列、舞蹈系列、性保健系列及饮食系列等各种音像制品，是您生活、健身、娱乐的好导师。您可以利用各种方式选购，德印商务网www.art818.com， 邮编100083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3号院1号楼103室，电话8208-13326349-0434，联系人田素学、陈德军。下边我们做第三段的分解教学。第三段一共7个动作。先看我做正面的分解教学。第二段最后一个动作，金铜托印。第三段叶底采莲。收脚收，撤步推，抹燕子潮水，上步，在上步上挂，然后再擦步反穿。右撞金钟，注意有个小碎步，退步，一二三，退步分界，虚步一捧，注意这里有一个阵脚压剑，先落下来，边蹬边刺，右撞金钟，这个动作再看我做一次。反穿完以后，这和陈氏太极拳那一个，双推掌，双压掌啊，一二三，一拖，蹬，落脚落剑，下边就是羚羊跳肩，这是一二一个万花跳。沛公斩蛇，一提步，一架剑，再用擦步一传，盖步云，弓步斩，沛公斩蛇，平分求色，收，
边刺编一个万花，上部又一个根部分界，勒马观潮，上部扣角云结剑，撤步转身，虚步之赤剑前指，这是第三段的七个动作。这里边又出现一个蹬脚，刚前面有一个分脚，啊，在这个陈氏太极剑里边，主要出现的有四种腿法。刚才神龙现爪，咱们是分脚，啊，分脚前刺，分脚那就是脚面要绷直，啊，脚面绷直。它的力点是在脚尖上，啊，在脚尖上。蹬脚，又撞金钟，蹬，蹬出去以后，这都属于屈伸性的腿法，但是它的力点是在脚跟上，啊，在脚跟上。到第四段呢，还有一个百连脚。啊，百连，啊，这是不吉祥，吉祥，那就是这个腿呢，要是做右腿百连，要从左向右，要有一个半扇面过来，啊，这就叫百连，它有一个弧形摆动，啊，百连脚。再一个呢，就是震脚，出现的震脚比较多啊，震脚推啊，前面震脚推啊，震脚拖，这就震脚。震脚就是用你一腿支撑，另一脚要全脚掌，不要用前，也不要用后啊，这样它的力量就比较均匀而且重。这是四种腿法。练在这里呢，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要想练好陈氏太极剑，第一，你要注意你的腰和胯，啊，要会松腰罗胯，啊，松腰罗胯，很多动作你要不你不罗，它就顶到那里。膝盖要会松活用力。啊，松活用力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咱们开始，金刚倒地完了一个凤凰展翅，擦步出去以后，啊，松腰罗胯，你的膝盖呢也随着是很灵活的啊，很放松的给它跟下去。如果你不落，它就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？就顶到这里了啊，就顶到这里啊，就差这么一点点劲啊，一点点劲。哎，你看在这些过程当中，你的膝盖、你的腰胯，它都要跟着会松、会漏啊，会自然的这样的灵活的运用，千万不要把动作都顶到那里。啊，很容易出现这个，光想用劲儿，啊，光想用劲儿，一次上体就后仰了，啊，腿就顶到那儿啊。要会放松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就像前面，它要和你的身体的回转。开合都要协调的配合起来啊，否则的话那就是硬硬的啊，板板的，
你就出不来尘世这种松活弹抖啊缠绕折叠，你这样一个风格特点就不能突出出来。下边我做一下第三段的背面分解练习。金铜拓印，这是第二段的最后一个动作。第三段，叶底采莲，注意收脚、收剑，擦步，剑向外一推，注意这里有一个折叠，钉步，带剑回来，燕子潮水，上步。先挂，再擦步，反穿，右撞金钟，退步分剑，虚步捧，阵脚压剑，是个双阵脚，登刺，右撞金钟。羚羊跳肩，注意这是两个动作连接比较紧，一二羚羊跳肩，沛公斩蛇，一转身一架穿盖步云，弓步斩，平分秋色，收脚收剑，上步刺的同时，一个小万花，虚步分，勒马观潮，扣转接剑，转身。虚步赤剑前指，七个动作的背向陈示范。下边我们做第四段的分解教学，也就是最后一段，一共十一个动作。先看正面的分解教学。第三段最后一个动作，勒马观潮。第四段，烧弓摇橹。赤剑，劈
平原带剑，游龙反舞，一提脚把剑提起来，罗布有一个穿剑，边穿边上步，再一提一个擦步，再一个反穿，上步一截剑，又一个擦步穿剑，游龙反舞是道，是两个穿剑，金镖出袖又一个穿剑接剑。再看一遍，烧弓摇橹，注意两个手赤剑，平原带剑带一圈，游龙反舞一起来，一罗布穿，边穿边又提起来，一个擦步反穿，这是游龙反舞。这手边上步边接剑，从左手到右手又一个擦步反穿，注意这里有一个把剑又从反手换到正手，横扫千军，百步压剑，行步分剑，一二三四五，虚不分。玉女投针，上步一次，再上步下次，这个剑是向下，啊，玉女投针，彩凤梳羽。注意，边插步边叠剑，一、二，马步刺，梳羽，这是个发力动作。玉蟒翻身，注意这里又一个万花，一活步，盖步，一压，这里有一个翻身跳。劈，半马步劈剑，弯弓射雁，一展脚向前一次，马上带回来，插步反撩，又一个万花，万花完了以后是挂剑翻身上步，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一个抛接剑，啊，它是挂着，从你的左手下边一抛，把左手接住，风扫梅花，转身展脚一曲，一个礼盒转过来，这时候要起腿，一个外摆叫风扫梅花，金凤还巢，马步疾捧，屈膝擦步，虚步撩指，这和前面起势是一样的，注意收势，阵脚按剑，开步之力，收脚，这就整套啊，这动作就做完了。第四段动作比较多，啊，这里边也有一些难点，我们再提示一下。第一，
在这个尘世剑里边出现的腕花比较多，啊，有单着腕啊，还有双着腕。这个腕花呢，关键是在手腕，腕花腕花，关键在手腕要放松，啊。另外，你握剑也不要太死，你这样做腕花就太紧了啊。握剑要放松，你这拇指和中指或者是食指，你用上劲儿就行了，不要满把攥，后边可以空一点。所以做腕花的时候呢，看手腕比较松啊，单的也好啊，单的这叫双的啊，有的是一个啊。就在前面，是吧？就在前面，有的是两边，左右都有。这个腕花呢，关键在松，啊，在松，手腕一定要松，啊，手腕一定要松，因为出现的比较多，啊，所以给大家要提示一下。再一个，我想讲一下眼法。我们不管这个练武术也好，练太极拳、太极器械，这个眼神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平时大家都会背啊，哎，我们要练起来，神形兼备啊，神形兼备。形指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这个形态，神主要指的你眼睛的啊。要指眼睛的这个精神的面貌啊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，你要有一个这个，不管是定势也好，这个动势也好，定势你要有一种伸展和延伸的这样一个感觉啊，不要就盯着手就看到这儿。要看出去，啊，要放远，眼睛要放出去。在动势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睛要随着你的手或者随着你的器械要跟着动啊。你像嫦娥舞袖，你跟着它走啊，跟着它走。你向左瞄，你向左看。向右瞄，向右看，是吧？转过来一劈，向前看，啊，向前看。你不要只管做动作，是做动作，眼睛不管他的事儿，是吧？你我这出去以后，我要瞄了，瞄瞄，你向后瞄了，还伸着头向前看，这就没有神了，你这个眼睛就不会用，啊，就不会用。这个因为很多，每一个定式，每一个这个活动的这个事里边，它都有一个对眼神的要求，啊，也就是眼法，啊，眼法，这一点呢，要提高，啊，要上档次，一定要在这上面下功夫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动作出来以后应该朝哪里看。我还再想提醒一点。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，啊，做拳也好，做剑也好，做刀也好，甚至练其他的器械也好，它都有一个上下相随、协调配合。这个也提的比较多，啊，比较多。所以我们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它的协调配合，啊，协调配合，特别是陈式，啊，特别陈式。他还要有一个缠绕折叠劲儿，啊，缠绕折叠劲儿。我举两个例子，大家一看，你就可以知道哪个有缠绕折叠，哪个没有，啊。咱们就举这个金铜拓印以后有个叶底采莲，你看看这两种做法啊，叶底采莲。我要用折叠的时候，你看，一、二，我推出去以后，还有一个折叠劲儿，我再把剑带回来。如果你不做这个折叠呢，那就它就
死死板板的就过来了，一、二、三，也挺规矩，但是你那个折叠劲儿它就没有了，啊，它就没有了。还像这个蛟龙入海，是吧？它倒挂金铃以后啊，它都有一个上下的协调配合和这种折叠。起啊，放出去啊，放出去，这样配上眼睛呢，你一定要看你的剑尖儿啊，要看剑尖儿，不要到这儿一次都向别的地方看呢。这就是说这个配合啊，它有这个动作之间的协调配合，它有身体和器械的协调配合，它还有手和眼、手和器械的协调配合，它也是方方面面的，它不是一个方面。要想练好一个套路，那就是我要在这个多方面都要去下功夫，啊，下功夫，特别是这个协调配合的问题，啊，你能够达到运用自如的这种程度，那你的这个功夫啊，你就会长上一大截。大家看，刚才在第四段里边出现有左把剑的动作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抛接剑的动作，这个我再讲一下。左把剑是两个穿剑啊，也是这个有些爱好者也提咱们左手能不能有一点动作呀，我就把这个动作给它加上去，烧弓摇橹。这时候游龙反舞是用左手穿剑，穿一次，再用左手反穿一次，再把剑交到右手里边。注意交接的时候是用虎口接剑啊，虎口对着这个剑把一翻过来，还是一个反穿啊，还是一个反穿。穿完以后抛开，从反把给它做成正把。哎，如果有的这个学习者年龄过大呢，抛不起来，你就用手交换一下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我再做一遍看看这个左手的穿啊，注意它有一个交接键穿，反穿完了以后，注意右手去接，接完以后再变成反穿，再给它换过来，啊，这是这个游龙翻舞和金镖出秀啊，金镖出秀，啪，接住，最后有一个弯弓射雁，以后有一个游龙戏珠，它就是一个抛接剑的动作。万花翻身挂剑，一上步，注意要把步子上过来啊。它这个剑呢是从左手下边抛，让它转头，等于是转一圈头。大家看这个位置看一下啊，挂过来以后，抛剑的时候，从左手下边抛过来，再用左手接住，啊，再用左手接住，这个可以练一练。真是抛不起来啊，换把也可以啊，换一下把，那就是你左手接的时候也是用虎口去接，啊，虎口去接。这是这两个动作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。下边呢，我就做一下背向的分解动作练习。这是勒马观潮，烧弓摇橹，平着画圆儿，画一圈儿，把剑提起来，一箩步，有一个穿剑，再把剑提起来，再一擦步，
一个反穿舰，这是游龙方武，金标出岫，上不接舰，擦不反穿，弓不抛接，横扫千军，百步压舰，行步带舰，须不分，玉女投针，一活步，上步一次就回，然后再上步下次。彩凤疏雨，边插步边收箭，再开步，马步发力刺出去，御蟒翻身。注意，这是个万花。一、二，一分箭，一个盖步牙。三。翻起来以后，一个交换跳，乘马步、半马步劈箭，这个也是太极拳里边的一个，陈氏太极拳里边一个典型动作啊。这个反转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翻跳的时候是两个脚同时起，同时落，弯弓射雁。弓步一次，接着就向回带箭，插步反撩。游龙戏珠，万花完了以后，注意箭尖过来挂，边挂边转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上了步，抛接箭，风扫梅花。斩脚赤剑，屈膝，礼合，再一沉，外摆，金凤还巢。这里有一个马步抨击，屈膝擦步，虚步撩直。阵脚按箭，开步直立，收势。这是最后一段的11个动作，这样全套36个动作，我们都分解的进行了讲解。下边，我再从头把每个动作的方向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遍。如果面向南起势，起势金刚倒坠，这都是面向南啊。我不说的就是正常的速度，我给你讲的就是有角度的动作，起势，金刚倒坠，正南，云剑，东南。擦步，这都是东南。削剑，西南，剑向西南。青龙出水，向前看。嫦娥舞袖，眼睛跟着走。金鸡独立，
向前看，啊，向前看，蜻蜓点水。这都是正的，追风赶月，西南、东南、东南、东南，转身，白鹤亮翅，西南角下刺，西北角挑箭，看箭尖儿。推山如海，西北角向前看，回头望月，眼睛跟着箭走，反撩的时候还要看箭尖，这个时候是西北角，转身劈山探宝，西北角，蛟龙出海，蛟龙入海，东北角，西南角，别见转身，拨云见日，神龙现爪，这都是正的。金铜托印，东北角，夜底采莲，燕子潮水，又撞金钟。沛公斩蛇，穿箭，东北角，斩箭，东南角，平分秋色，勒马观潮，正的，艄公摇橹，游龙伐虎，向西北角落步，穿西南角擦步，反穿上步，这是正的。弧形步，看箭，分向前看，玉女投针，上步以后接着向回有一个反箭啊，也就是单万华，下刺东南角，插步回身，万花玉蟒翻身，弯弓射雁，看见万花挂箭，上步一截，这是正的。一转，从南转向东，然后再转向南，百连，马不及旁，东南角，擦步，虚不了，收拾
这都是全套的方向，又给大家比较明确的讲了一遍。最后，我想提出两点要求。第一，学习陈氏太极剑，首先你要搞清楚陈氏太极剑的风格特点到底和别的剑有什么不同，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啊。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回转、开合、松活、弹抖、虚发、向肩，要把这个首先搞清楚，不要拿着剑光想着哎呀这个陈氏就是发力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，它是刚柔向济、快慢向肩啊，丝丝入扣，意境非常的优美。所以不要把这个陈氏剑或者陈氏弦就作为那种光僵硬的发力动作。所以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先搞清楚它的特点。第二，你千千万万的不要急于发力啊，慢慢的要由缓到重。哎，我这一个推，哎，我慢慢的啪体会一下就行了。不要拿着剑一说推，咬牙切齿啊，架肩直腰，把人搞得很紧张很紧张啊。要慢慢的，要会柔和的逐渐的把力发上去，关键是要搞清楚用力的顺序。这样呢，我们通过学习呢，我们不仅要学习它的动作，更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它的味道。我们要练什么像什么，练杨氏剑就要做出它那种舒展大方，练吴氏剑就要做出它那种协中寓正，练孙氏剑要有它的小巧玲珑，练陈氏剑要有它的虚发向肩、松活弹抖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就比较好的去掌握这个套路。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。